後一位代表是獅子山學會，是不是孫先生？是是是。主席多謝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我睇咗咁耐，由零八年至今，咁啊，其實主要係圍繞住兩隻產品嘅啫嘛。雷曼做出嚟嘅微債同埋呢一個嘅 accumulator。咁啊，嗱 accumulator 講先啦。其實 accumulator 嘅原意就係一批人想入貨買一隻股票，不過見掛牌嘅時候唔夠貨，所以話不如我整個產品出嚟，或者買一個產品，就是、到一個價位嘅時候，我可以儲貨。就好似當年諾貝爾發明呢個炸藥一樣，佢諗住俾你鋪橋搭路嗰陣時候死少啲人嘅。咁點知啲人咧攞炸藥去打仗，咁 accumulator 根本就一樣嘅啫。咁好啦 ，accumulator 你話最出名嗰個中招嗰、那個，就一定係中信泰富。我相信你點樣收緊 professional investor 呢個 definition 都好咧，中信泰富都一定仲係呢一個 professional investor。好啦，最搞笑地俾我係咩咧？就中信泰富後屘個 trade 其實係贏錢嘅，如果佢捱到的話。professional investor 又好，你又 retail investor 又好，即係如果你話要做一個專業投資者，要44次嘅交易每年，我小弟我咧都做唔到，我冇44次，因為44次輸硬啊，你 commission 都俾到黐線啦，係咪？而家政策嘅原意，點解當時有迷債呢個產品？根本就係政府包括立法會議員支持金管局勸喻啲銀行，你唔好再賺呢一個利息收入啦。interest income， 走去賺非利息收入 non-interest income。不過你話如果撳機嗰張 ATM 卡唔收得錢嘅話，咁邊度嚟啫？咪賣產品咯。呢個係政策衍生出嚟嘅效果嚟㗎。銀行家好開心嘅，原本借錢出去，係你政策成個政府壓落去，叫佢哋唔好再賺 interest income 啦，因為危險。好啦，其他銀行其實金融機構喺外國，因為冇我哋香港咧，因為香港啲存户咧知道銀行係可以倒閉嘅，以前啊。你擺錯銀行咧，係要輸錢嘅，所以咧就鞭策啲銀行家叫佢小心啲。好啦，之前政府突然間原本可以從呢個司法程序 judiciary 嗰 part 咧去解決，用成過千年嘅普通法嘅案例去解決究竟係知啊呃啊定係點樣？行政機關啊，曾蔭權特首一句行出嚟話：呸！嗰陣時我都講過，啊主席你都係 accountant 啦，成個金融海嘯係所有人唔知道銀行嗰個 asset。嗰邊嘅資產值幾多錢？啲次按債券究竟仲值幾多錢而爆煲嘅？你一旦要所有銀行當時孭起呢一個嘅賣過產品嘅責任嘅話，咁個 liability 有幾大啊？我哋問我金管局究竟喂知唔知道銀行經過咁多年嚟賣過幾多產品啊？唔知，咁你可以輕易叫人負責任？好啦，如果你要杜絕啲，其實講真，從一個管治公共政策嘅角度嚟講，最驚啲人上街啊嘛。其實啊 Mr. Poe 同埋 Mr. Shipton 最驚就係又要用嗰個停車場出口嘛。因為佢門口被人哋叮叮查查咁樣封住咗嘛，最驚呢樣嘢啫，係咪先？如果你今次當時喺迷債嗰一次話 take a stand， 話我哋唔賠俾你，就永遠唔會再有噶啦。今時今日連我孫柏文，甚至倫大師你買咗產品輸咗錢啊，冇噶啦，上街示威先咯，搏下有乜賠啊嘛。仲有雷曼，你話危唔危險？其實雷曼本身唔危險噶，其實好似入賭場或者係入馬場咁樣買位置嘅咋。其實好安全噶，佢諗都未諗過就係馬會本身會執笠噶，連場馬都未跑，我執咗啦。好啦，你點樣防止呢樣嘢啫？連我哋你哋立法會議員支持嘅強積金，之前仲提高個強供款，你睇下佢嗰個債券基金寫到明係穆迪同標普要評2A 或者3A 級嘅債券可以買。當時你知唔知周街都係會執，後屘一個斗鈴都冇得賠嘅3A， 雷曼自己都有咁嘅評級啊！你哋都話佢安全啊，冇得冇。即係用英文講啊 ，No legislation can eradicate greed and stupidity。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我哋香港即係話好多核心價值，希望願賭服輸啊 ，freedom to enter contract， 或者係呢一個嘅自由社會，唔會成為一個已經過去嘅集體回憶。所以我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今次即係對證監任何以後嘅要求啊，都要企硬啲問。點解啊？係咪佢純粹想 empire building 咁簡單啫？多謝主席。好啊，咁就。